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陈以信委员发言。大家早安。行政院设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两年期限即将要在今年的五月到期，不过任务总结报告却迟迟写不出来。关于促进转型正义的调查工作，本席感到实在很奇怪。民进党政府都已经执政四年了，过去威权时期的政府机密资料该解密的为什么都还解不开？例如关于陈文成血案的资料，竟然还要蔡英文总统亲自下令要求国安局一个月之内解开。请问蔡总统又不是上个月才当总统的，尤其威权时代的执政党是国民党，现在连国民党都不怕公开过去的资料，请问民进党政府又是在怕什么呢？至于促进转型正义的工作，根据当初立法的精神，原则上是希望两年就能够做完，例外情形才允许延长，所以一次只允许延长一年。如此立法的目的，不是要一年又一年毫无限期的延长下去，目的是希望下一年就能够完成，非必要就不要再拖下去。结果现在促转会已经转了两年，从没有主委，从有主委转到没有主委，从促进转型正义变成有人居然想要东厂复辟，竟然想要推动透过推动转型正义来干扰现在的选举，把正义当成工具，把自己当成正义，这真是战后世界各国推动转型正义中发生最荒谬的案例。所以今天促转会快要两年期满，行政院苏院长表示将要依法延长一年，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不过苏院长忘记了，依法行政院长有提名并且指定促转会主委，交给立法院行使同意权的义务。现在杨代理主委已经代理一年多，苏院长上任也已经一年多，却迟迟不补提名并且指定主委以及副主委，这也算是行政院长在职务上面的怠惰。因此促转会两年工作做不完，一年拖过一年，苏院长你也难辞其咎。因此本席今天要求促转会要延长可以，但是不可以逃避国会监督。苏院长在同意促转会延长一年之前，应该向本院提出新任主委以及副主委的人选，待本院行使同意权后，才能允许促转会延长。谢谢大家。好，谢谢陈委员。接下来请洪孟楷委员发言。院长，各位同仁，我们曾经已故的导演齐柏林，他在那部有名的电影《看见台湾》里面，让我们看见台湾的美丽，也让我们看见台湾的哀愁。但是我们很担心、很害怕的就是，当百年过去之后，台湾会不会因为在经济利益的开发以及大家各自的盘算之际，而让我们的土地造成胡乱的破坏及浪费。也因此美丽的福尔摩沙绝对不能残破不堪，所以过去政府大力推动国土计划法，而我们也没有忘记蔡英文总统你在出席看见齐柏林纪念展跟颁发褒扬令时曾经表示，齐柏林导演看见了台湾的问题，现在是我们要把环境正义一点一滴的重建回来的时候了。
齐柏林的导演，他的家人失去了他的挚爱，而台湾也因为齐柏林导演离开，失去了一双神的眼睛。但是此时此刻，2020年1月11号后，新的民意展现了。我们想请教蔡英文总统，您标榜要重建的环境正义即将崩坏了，您有看到吗？执政党现在所说的土地转型正义，难道是假的吗？否则，齐柏林导演那双神的眼睛将会留下心痛的眼泪，因为我们看到行政院还是要强推国土计划法的再修正，要提出有空白授权的国家重大建设，这点跟国土计划、国土保护完全背道而驰。再者，立法院5年前通过了国土计划法，就是要建立一套制度性的国土愿景，让环境永续发展。没想到依法今年全国各县市要在4月底完成的国土计划，却趁现在防疫期间而想要再做修正，把即将到期的年限变成一定期限。现在是疫情期间，也因此我们强烈的主张、强烈的要求，绝对不能破坏国土，绝对要保护我们的自然山脉。因此我们的立场很简单，现在是疫情期间，现在是520之前内阁总辞期间，任何重大争议的法案都不应该这个时候提出来。如果这时候提出来，就是趁疫情之乱来打劫，就是想要异想天开的破坏国土，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台湾2300万人也没有办法接受。谢谢洪委员，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今天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郑运鹏他提出来了一个废乡镇的一个法案，这个是2020年总统及立委大选才刚结束，民进党就企图推行一系列的反改革法案。如今防疫的关口上，民进党众多立委再推废除地方乡镇市级选举，此举让外界对于这个称号“民主的政党”惊讶不已。这个是不是开民主的倒车呢？也没有经过我们全国各县市议会、乡镇市长共同讨论，没有在社会上没有取得共识，硬是强推这个法案，这个可能是一个反民主的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配套措施。不管是行政企划法、财税法等等，这个都没有讨论到，所以这个知识体大，本席是建请呢，民进党能够再跟我们社会取得共识，然后呢，再谨慎的来推出这个法案。这个继民进党修正农田水利会改为官派之后呢，现在又要来废掉地方选举。那企图让县市首长可以官派区长，这个都使我们基层呢产生很大的疑虑。毕竟基层选举是我们台湾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基础。郑运鹏委员的说法说，基层政治会有许多弊端，民主及地方自治是现在的主流。倘若冲动取消，结果就是会造成权力过度集中、垄断多数资源的状况。所以未来选举可以说是赢者全拿，社会也会更加分裂，所以好不容易所争取的民主价值也会变掉。虽然这个法案对于我们原住民的参政的地位、三地乡的这个乡长的选举呢还是维持限制，但是对于我们平地原住民的乡镇呢，如果改为官派，这个等于也剥夺了我们平地原住民参政的权益。大家还记得在几年前我们修改地方制度法，我们很多县市升格为直辖市之后，直辖市的区长都改为官派，但是因为经过我们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争取我们宪法保障原住民政治参与的过程，所以在立法院呢，只保留针对我们三地乡的乡长代表会的选举，还是维持选举的方式产生。所以呢，我在这里奉劝民进党，在推出这个废除乡镇市长的选举的时候，应该要谨慎而行。谢谢。谢谢孔委员。接下来请叶玉兰委员发言。院长，各位同仁，大家早。万事莫如防疫急。今天我要谈的是国境管理在人口流动的控管上，如果出现漏洞，将会是国家防疫最脆弱的破口。去年十一月，桃园机场抓到一名老外，他就像电影《神隐任务》中Tom Cruise 一样，想要攀爬上一架正要飞往帛琉的班机的，企图偷渡出境。他在被捕后，身上除了找出一本俄文圣经、一只手机外，别无他物。侦讯时不发一语，所以航警局、移民署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他从哪里来，我们也毫无所悉。最后虽然移送法办，在起诉书、移送书上只能够以 A 奶奶称呼他，而在后续的审理过程中，法官、检察官也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A 男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在台湾做些什么？见了哪些人？上个星期 A 男被判刑五个月的徒刑已经确定了，但是扣除他四个月的羁押期限，他下个月就可以出狱了。根据我们的规定，本来在台湾犯罪的外国人在执行之后是要驱逐出境的，可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旅行证件，依据入出国籍移民法的第38条之8，我们不能够把他驱逐出境，只能够给予收容，至多100天。但是100天之后该怎么办？他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些问题还是问题。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当时航警局或移民署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启动联合侦查机制？因为我们的刑事警察局可以侦破世界闻名的犯罪集团所做的第一银行盗领案，已经是举世闻名。 Interpol 也有协助寻人的黄色警戒、黄色警报，而我们在世界各国也都设有警察联络官。如果我们连他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都找不到，我们的防疫出现大漏洞。谢谢。好，谢谢叶委员。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发言。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我想今天国事论坛的部分，本席要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武汉包机能够把我们还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同胞再回台湾。我想第一批2月4号247人回到了台湾，但是第二批一直延宕到
三月十号才分两架飞机，一共361位我们的同胞回到了台湾。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批跟第二批当中延迟了超过一个月。我相信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们还滞留在武汉的台湾人，他跟他们的家属的身心的煎熬，我们都觉得非常的不舍。而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当中，我们看不到两岸的政府能不能够将心比心。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只看到第一批是东方航空再回来，而第二批是华航跟东方航空各一班再回来。其实我们的同胞并不在意是哪一家的飞机，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行政团队跟大陆方面能够赶快交涉。接下来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清明节已经即将到来，我们希望在清明节之前，所有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同胞都可以回到台湾。我们讲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那迟来的包机还算是包机吗？第二个部分，我想行政部门已经完全了解，我们现在每天制作口罩已经可以达到1000万片，而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三月四号本席就已经提出，请教育部跟卫福部商量，在学校直接发放口罩给学生。三月五号，我们的陈时中部长也非常爽快地说，朝这个方向来研议。但是到了三月十一号，教育部长潘部长却说，行政院到现在还没有同意。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希望行政部门、行政院的团队赶快来研议。毕竟，对于家长、对于学生，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是能够在学校直接拿到口罩，相信对于许许多多的学生跟家长而言，都是最好的。谢谢。谢谢李委员。接下来请林思敏委员发言。院长，各位委员啊，大家好。国土计划法超过20几年的讨论，在104年12月才经本院三读通过实施，迄今大概4年多。而我们县市政府的全国国土计划公告，而我们内政部全国国土计划的公告施行后2年内。我们的直辖市以及县市政府的国土计划必须于今年的4月30日前完成公告实施，但是行政院竟然在我们直辖市以及县市政府公告即将届满的时间的时候呢，突袭性的提出行政院版的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条文，就是针对第15条有关国土计划法实施后拟定计划之机关，应视实际的状况，全国国土计划每10年通盘检讨一次，直辖县市每5年通盘检讨一次，并做必要之变更。就现行条文的但书所列举之的事实变更后，检讨年限限制情形，增列了经行政院核定之国家重大建设计划，以及在第45条，直辖县市政府应于2年内公告实施国土计划之规定，修改为一定期限内，不受2年的限制。对于上述修法的行为啊，修法的一个做法，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一部才刚经过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且直辖市、县市政府尚未将其国土计划审核完成，提出公告实施的法律，只因最后县市政府公告期限快到，就毫无章法的修正，而未考虑立法的安定性，以及过去立法者的立法有何不当性。全在这个突袭性的于全国忙于防疫纾困的今日，丢出修正草案交立法院审议，修正版本之仓促草率，实令本席感到我们行政效率不彰。不去要求直辖市、县市政府依现行条文的规定，拟定直辖县市政府，就国土计划尽快实施公告，而反开大开方便之门，修改县市政府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国土计划之公告实施，这样的立法作为怎能让民众对政府的施政效能有所信服？行政部门怎可怠惰地去倡议提修法来弥补自己的行政怠惰？另外，在十五条但书增列的经行政院核定的国家重大建设，可以不受全国国土计划十年以及直辖县市政府五年的一个限制规定，更是这个空白授权呢？这样的立法显然是不符我们立法。谢谢林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温义霞委员发言。院长，各位同仁，大家早。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当全球都在抢口罩的时候，我们的政府让口罩的产能达到一天一千万片。台湾的防疫政策获到国际媒体的肯定，针对这一点，本席在这里要再一次的肯定行政团队的努力及民间企业全力配合。不过，疫情破坏国际的供应链，造成国内股市外资狂卖，还打乱了人力市场的平衡。其中，主管阶层人力市场的职缺少了一半，薪资行情大打折扣，连工作兼差的机会都明显减少了许多。疫情不但破坏国际供应链，也重创国内相关产业。因此，经济部不能只着重在生产口罩，口罩也不应该只和防疫画上等号，也要深入评估对我国经济的连带影响。行政院的纾困振兴方案里面编列600亿的特别预算，根据预算法第62条规定，这600亿的预算可以跨机关计划及业界的留用。换句话说，等于立法院开了一张600亿的空白支票，给行政院任意之用。所以我们在野党也希望说，能把关监督的责任尽到我们应尽的义务。纾困条例除了雨露均沾，更要精确诊断，对症下药，不能有任何胡乱之用。在野党也十分支持纾困的特别预算赶快通过，但支持二三读早日通过并不代表放弃监督权。本席呼吁行政院应尽速向社会公开纾困振兴方案的细部计划，在野党也继续要监督，不该乱花的钱绝不能纾困，不能假纾困之名而胡乱编列使用。另一方面，疫情防控应是当务之急，目前中央研究院已经研发出检测新冠病毒阻吸15分钟的快筛剂，本席建议政府应当给予研发团队首席的资源以奖励，促使快筛剂尽早量产，同时加速疫苗抗病毒药物的研发，这样才能标本兼治，才能让我国在这个全球疫情扩大的当中伤害减到最低。以上请参酌，谢谢。谢谢温委员。接下来请吴怡丁委员发言。
大家早，最开始我要深深一鞠躬，致的是我们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大家都知道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卫福部非常非常辛苦，我们的防疫是全世界大家都拍拍手的，以我们人口比例，我们的确诊人数非常的低，我们确实成功的把新冠病毒挡住了。可是接下来要面临的是全球经济的衰退，我们是挡不住的。美股已经跌了30%左右了，今天台股已经跌破1000点了，全球的经济一定是接下来是衰退的了，我们挡得住吗？我们是一个以外销为主为导向的经济岛，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中小企业？政府，我们的行政机关已经提出了许多的纾困方案，我们的振兴券，可是必须要大家开始走到外面去消费才会发挥效用。我们的租税抵免非常的好，可是抵免的是今年的税，这些税是明年才要缴的。我在这里呼吁我们的行政单位，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多考虑一些有及时雨的效果的纾困方案，能让我们的中小企业，能让我们的人民及时需要现金流的时候能够有帮助。一定提醒，接下来五月就要报税了，我们报的是去年的税，中小企业要报的是营所税，个人要报的是薪资所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个地方让在现金流有问题的中小企业，在口袋比较扁的时候的一般人民有选择，是不是可以晚一点或者是分期来缴？我希望行政单位能够仔细的研议考虑，谢谢。谢谢吴委员。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55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6日上午9:01至9:34，10:01至11:51，下午20:30至4:37。3月10日上午9:01至11:55，下午10:50至21:00，20:30至4:21。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陈委员、邱委员、陈员等111人，请教委员、习委员苏华等3人，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等43人，主席院长尤锡坤，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25案、27案至48案、50案至214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第26案、49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15案至384案为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38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本院委员执行部分59件，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执行，决定下次会议3月17日继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质询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7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照延编拟议程草案通过。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针对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第二案，本院委员赖秀宝等追究人民据《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应届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案，本院委员赖世宝的23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案，本院委员赖世宝的25人拟具税捐稽征法第11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案，本院委员赖世宝的25人拟具遗产及赠与税法第30条及第41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应接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六案，本院委员赖世宝的25人拟具公益财券发行条例增订第6条之4条文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应接拟请会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七案，本院委员赖世宝的27人拟具民法第233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八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就业保险法第10条、第11条及第19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九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第20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的24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主资日法第4条、第9条及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一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的23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5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二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的23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增订第8章之一及第53条之1条文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
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的二审人凝聚立法院议事规则第九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修，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的二十三人凝聚立法委员行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修，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林奕华等十八人凝聚地刑法第二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交警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六案，本院委员林奕华等十八人凝聚学校卫生法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交警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七案，本院委员林奕华等十九人凝聚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十七人凝聚噪音管制法第十五条及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十九案，本院委员徐志荣等十七人凝聚性别工作平等法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七人凝聚《财团法人客家语言研究发展与文化推广中心设置条例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二十三人凝聚《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林俊宪等十六人凝聚《全民健康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三案，本院委员刘宪国等十八人凝聚《灾害防救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刘宪国等十八人凝聚《农民健康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刘宪国等十七人凝聚《劳动教育促进法》草拟新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刘宪国等十八人凝聚《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洪孟凯等十七人凝聚《学校卫生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洪孟凯等十九人凝聚《性别工作平等法》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洪孟凯等十九人凝聚《公共场所母语普育条例》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案，本院委员费鸿泰等十八人凝聚《公教人员保险法》第四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谢一峰等十七人凝聚《性别工作平等法》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案，本院委员谢一峰等十七人凝聚《就业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九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江启臣等二十人凝聚《简单无媒家园推动法》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江启臣等二十一人凝聚《性别工作平等法》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拟审议案，程序完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
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张年采的十七人拟具原住民族涉猎用枪支弹药许可与管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缓会前拟请会将内政委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张年采的十八人拟具原住民族健康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缓会前拟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张立伟的二十人拟具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将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十七人拟具新经济移民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将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十七人拟具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将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二，本院委员陈廷飞等十六人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将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一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农业保险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将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二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一条及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将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三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十九人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四条及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森林法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许志杰等二十人拟具交通部观光署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六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十八人拟具《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七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七人拟具《学校卫生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八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平均地权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七条之三及第八十一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九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房税条例》第五条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十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不动产经济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九条及第四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一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尊严善终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二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三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保险法》增订第一百四十三条之七及第一百四十三条之八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十四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五案，本院民众党党团拟具《国土计划法》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五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土计划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报告院会，报告事项第五十六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民众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无异议通过。好，请问有没有异议？反对。哦，有反对。
好，反对。好，那反对本案表决。好，请按铃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并分发表决卡。
外汇，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民众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民众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反对。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41人，反对58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下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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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宣读。第50席案，卫生福利部国防部海卫修正药品医材储备动员管制办法第4条附表，财讯网会见例行会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卫教及国防两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58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台湾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与欧盟生物药品官方批次放行网络有关参与欧盟生物药品官方批次放行网络活动了解备忘录，签署约本英中文影本，程序网并建立行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59案，卫生福利部海卫修正传染病检验与及验证机构检管理办法第6条及第10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会将卫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60案，卫生福利部海卫修正药剂师资格及管理办法第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61案，卫生福利部海卫修正药事法第106条所称无药事人员职业之边缘地区与非属上述边缘地区列表部分附表，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62案，卫生福利部海卫修正滥用药物尿液检验及医疗机构认可管理办法第12条、第12条之一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63案，卫生福利部海卫修正公告化妆品防腐剂成分名称及使用限制表，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63案，劳动部函送公告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办理109年劳工保险被保险人纾困贷款，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60案，劳动部海卫修正公告劳动基准法第34条第2项特殊适用范围，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第65案，好，现在是第65案，本案国民党党团、民众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66案，劳动部海卫修正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1项第8款确定11款工作资格及审查标准第10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
第60届劳动部海文修正《吊笼安全检查共奏标准》第33条、第39条及第4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收入部以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68案。第68案，劳动部海文修正《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专业人员零用及培训准则》，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收入部以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第69案。第69案，劳动部函送劳工退休金条例年金保险实施办法第36条及第48条条文开目表，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收入部以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70案。第70案，劳动部海文修正公告劳动基准法第34条第2项特殊适用范围，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收入部以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本案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无异议通过。第71案。第71案，劳动部海文修正公告指定劳动基准法第36条第4项行业，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本案国民党党团、民众党党团提议改交审，还有时代力量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79案，新建立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氢氟酸、盐酸、硝酸、磷酸及硫酸检测方法等苏性引法 NIEA452.73B 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为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73案，新建立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排放管道氢氟酸、盐酸、硝酸、磷酸及硫酸检测方法等苏性引法 NIEA452.72B 程序委员会建立行为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74案。第7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带恶星及负能采样方法 NIEAW790.51B 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75案。第7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油脂检测方法固相萃取重量法 NIEAW507.51C 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76案。第7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水中带恶星及负能采样方法 NIEAW790.50B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77案。第7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水中油脂检测方法固相萃取重量法 NIEAW507.50C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78案。第7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氨基角酸盐类化合物检测方法一项长期荧光侦测器法 NIEAW635.53B 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79案。第7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水中氨基角酸盐类化合物检测方法一项成型荧光侦测器法 NIEAW635.52B 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80案。第8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中华民国108年8月8日修正公告之年底增具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方式公告事项二第4款第2目，有关中华健享内量贩店业，不包括位于其中之连锁便利商店业及连锁素食店，办理第1目之规定定自中华民国109年7月1日施行。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81案。第8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中华民国108年8月8日修正公告之免写餐具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方式公告事项二第4款第1目，有关高雄市辖内量贩店业，不包括位于其中之连锁便利商店业及连锁素食店，办理第1日规定定自中华民国109年5月1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拟请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82案。第8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中华民国108年8月8日修正公告之免写餐具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方式公告事项二第4款第1目，有关高雄市辖内百货公司业及购物中心，或包括位于其中之连锁便利商店业及连锁素食店，办理第1目之规定定自中华民国109年3月1日施行。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83案。
第83，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交通部函送中到运输事务之范围，程序文会前列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84案。第84案，国交通运输传播委员会函文修正卫星频道节目公益事业播送本国节目管理办法第5条、第5条之一及第7条条文，无线电视事业播送本国自制节目管理办法第7条及第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85案。交通部函送邮轮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计价事项，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86案。交通部函修正公路建设客运业旅客运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87案。交通部函修正道路危险物品运送原则员专业训练管理办法第3条附件一，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88案。交通部海维修正车辆形式安全事业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第89案哈，第88案哈，无异议通过，请继续宣读89案。交通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及台湾电信协会依本院相关决议108年11月份执行进度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第89案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通委员会审查，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90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文修正政府财务法税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91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文修正财务专业人员资格考试训练发证及管理办法第2条及第2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92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文修正邀标金保证金及其他担保作业办法第2条及第12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93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送机关办理涉及国家安全财会之厂商资格限制条件及审查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94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文机关邀请或委托文化艺术专业人士机构团体表演或参与文艺活动作业办法，名称修正为机关邀请或委托文化艺术专业人士机构团体提供艺文服务作业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95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文修正共同供应契约实施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96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送机关采购工作及审查小组设置及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宣读完毕。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97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卫生福利部函送机关委托社会福利服务厂商评选及计费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98案，行政院委员会函送公告，台南顺山庭受理指定种类之家禽畜牧场登记及已登记家禽畜牧场扩大饲养规模申请案件之调解措施，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交通委员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99案。第9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秋行菌虫发生地区实施共同防治措施，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9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10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公告，不能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的毛肺去删除，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10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公告，匈牙利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肺去删除，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02案。
第10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好文修正公告，捷克自公病原性交型流行性感冒肺炎去删除。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下案。10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公告，河南为公园病原性交型流行性感冒肺炎区，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下案。104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公告，老年农民福利津贴自中华民国109年1月1日起，参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成长率调整为每月新台币7550元。程序委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无异通过下案。10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公告，远洋渔业条例第17条定向锁定与我国相互执行公海登记之国家级准令传播。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就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无异通过下案。10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动物用药品许可传应规费收费标准》第7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下案。107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动物用药品标检验标准》第142条、第182条之35及第182条之36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10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无异通过下案。108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公告，中华民国植物特定疫病虫害除列其范围，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下案。10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废止20吨以上渔船安装主机之最大马力限制标准，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下案。110案，第11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公告，中华民国输入植物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以有条件输入植物或植物产品之检疫条件隶属点及其附件，南海产之英国新闻时输入检疫条件，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下案。第11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农药使用及农产品农药残留专业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第111案，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无异通过下案。第112案，经济部函送中华民国109年度再生能源电能趸购费率及其计算公式，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第11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无异通过下案。第113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公告，我国输出入货品分类表 CCC 6307.90.50.10-6，仿真材料是否上过滤效果94%及以上者，及 CCC 6307.90.50.20-4，其他仿真材料是否上二项货品是输出规定，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114案。第114案，经济部函送公告，我国输出入货品分类表 CCC 6307.90.50.10-6，纺织材料至口罩过滤效果94%及以上者，及 CCC 6307.90.50.20-4，其他纺织材料至口罩二项货品之输出规定，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115案。第119案，经济部函为修正《经济部智慧财产局著作权审议及调解委员会组织规则》第3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司法解法之经济两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116案。第116案，命经济部函送除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与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为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了解备忘录英文及中译文一份，程序委员会建议你请院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117案。第117案，经济部还会修正公告，国营事业便利研究发展支出占总预算比例，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118案。第118案，经济部函送网际网络教学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通过。第119案。
第119案经济部函文修正若寮横贵费收费标准第10条附表4、第28条附表9及第32条之4附表12，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20案。第120案经济部函送公告，医师检验骑乘自行车及足用溜冰鞋滑板及直排轮防护头盔用眼睛防护具商品时相关检验规定，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21案。第120案经济部函文修正双免民营办法第5条、第11条及第20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22案。第122案经济部函送108年度经济部科技专案绩效评估总体报告，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23案。第123案经济部函送流域综合治理计划检视107年度执行情形及绩效报告书，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24案。第124案经济部函送干部所属事业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8年10月份供应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节目领支出明细表，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25案。第125案经济部财政部函修正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研究发展支出适用投资理解办法第11条、第12条及第19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宣读完毕。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无异议通过。第126案。第126案财政部函送公告，109年度花生等14种农产品实施特别防卫措施种类基准数量及基准价格，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127案财政部函送公告，经贸调增红豆方向货品关税税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28案。第128案财政部函修正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施行细则第20条及第7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29案。第129案财政部函修正税务违章案件减免处罚标准第3条之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第130案。第130案财政部函修正统一发票给奖办法第5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1案。第131案财政部函为废除各级税务人员领调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2案。第132案财政部函为财政部所属国营金融保险事业人员退休抚恤及资遣办法，名称修正为财政部所属金融保险事业机构人员退休抚恤及资遣办法应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3案。第133案财政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于108年第三季与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媒体及电视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明细表，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4案。第133案审计部还未修正审计部审计会议议事规则，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5案。第13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函文修正国际金融业务条例施行细则第11条条文，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设立及应遵行事项办法第3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6案。第13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及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7案。第13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理违反金融法令重大财阀措施之对外公布说明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8案。第138案行政院主计总处函送108年度第三季依预算法第60条之一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139案。第139案行政院函为一般医用口罩及外科手术口罩为中华民国刑法第251条第一项第三款锁定生活必需用品，自中华民国109年1月31日生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宣读完毕。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我们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无异议通过。报告委员会。还有140案。还有140案。好，140案，请先读。第142，行政院恒为因应中国大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暂停实施境外马祖澎湖与大陆地区间之客运传播往来，自109年2月10日生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回交内政委员会。宣读完毕。无异议通过。报告委员会，第141案到第259案。请依序宣读，宣读后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委员会有无异议？无异议，我们宣读后就通过。好，请宣读。第141案至第259案为外交部函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结送制作国情资料综业务费冻结200元书面报告，结送一般行政项下资讯处理冻结700元书面报告，结送国际会议及交流项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冻结100元书面报告，结送该部第四目项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冻结100元书面报告，结送国际合作及关怀冻结100元书面报告，结送驻外审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为实施其他业务租金冻结1亿元书面报告，接送亚新及非洲司协助团体办理及参加亚新地区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办理亚新及非洲地区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加强与智库联系交流经费等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国际会议及交流项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外交管理业务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业务费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各地区工作汇报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结送各业务计划编列新两项政策相关经费冻结1/10书面报告，结送第四目项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中业务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结送退出官兵职业技术训练冻结150万元书面报告，结送退出官兵就学职训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结送职工服务账户荣民作业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荣民金融券生活辅导训练及座谈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单身亡故荣民善后丧葬及遗产管理作业中业务费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海内外退伍军人联系作业之一般事务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一般行政项下对特种经验之补助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长期照顾与身心障碍医疗复健服务中奖补助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各级荣民医院营运督导管理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荣眷荣民保险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第四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荣民荣眷遗眷急难救助及慰问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办理统计与资讯管理作业之资讯服务费冻结288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医学临床教学研究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第六目项下社区医疗服务中奖补助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高龄医学发展与照护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年龄缓和医疗照护与推广中奖补助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第八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一般事务费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荣民安养及掩护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第十目第二节项下安养机构车辆代购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服务机构车辆代购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卫生福利部函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疾病管制署两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326万元书面报告，我国因应流感大流行准备第三期计划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新型传染病风险监测与应变准备计划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迈向全球卫生安全抗生素抗药性管理行动策略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建构新时代国家传染病检验网络强化防疫检验量能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结束国民健康署全人健康促进科技政策研究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国民健康业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国民健康数据发布与健康促进宣导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中央健康保健署永续提高高品质医疗服务冻结150万元书面报告，健康智慧与端应专制服务计划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健保政策规划与推展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地方企业联网计划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社会福利及统计应用计划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生计药产品与技术研发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全民健康保险管理冻结40万元书面报告，
接送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协定及经理事义务费冻结主持方原书面报告，接送国民年金保险管理冻结3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就业救助业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脱贫自立在地社区行务服务拓展而上就业发展账户冻结3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医政业务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冻结3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国民生理健康计划第二期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国民健康健康促进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护理及健康账户业务冻结35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加强原住民族及离岛地区医疗保健服务之业务费冻结37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计划重要政策冻结35万元书面报告，减送中央健康保险署健保业务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健保政策规划与推展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解锁第八目向上第八期联网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第十目向上第八期联网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锁中药药事规划及中药政策发展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解锁重要规划业务冻结30万元书面报告，解锁卫生福利资讯业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锁第14目向上第八期联网计划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解锁医院营运业务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解锁社会及家庭主社会福利服务业务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推展老人福利服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锁就业保险行政工作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社会及家庭署推展老人福利服务增强补助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推展儿童及少年福利服务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我国首子女化对策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综合规划义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食品业务管理署委办费冻结2500万元书面报告，办理食品容器具制造业者投入食品安全监测管理之研习等计划之委办费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新兴生医临床实验及动物替代研究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新兴生医临床试验及动物替代研究计划冻结900万元书面报告，导入智慧科技提升产品加成应用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基本现在工作维持冻结150万元书面报告，食品管理工作中委办费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食品边境传染及国内外机场管理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食安新秩序食安网络计划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药商管理工作之委办费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药品及管制药品业务管理及药品及管制药品管理计划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强化医疗器材及化妆品管理少年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药妆管理工作中毒品防治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食品安全及业务滥用巨量资料应用冻结600万元书面报告，药妆计划及安全风险管理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药品及管制药品管理计划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药物检验及基础咨询管理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署决议之一优质公厕以及美职环境推动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十二优质公厕及美职环境推动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速噪音振动及非属原子能游离辐射管制之委办费冻结5万元书面报告，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减速垂直房屋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速该署决议16废弃物管理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11废弃物管理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18废弃物管理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速事业废弃物管理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温室气体减缓策略规划及推动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推展环保产品及绿色消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土木及化学物质局一般行政工作年维持及临时人员酬金后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化学物质评估与管理冻结8万元书面报告，无性化学物质危害防治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环境检验所一般行政工作人员维持后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减送大陆地区旅费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一般行政工作人员维持后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减送较长基层环保建设冻结2亿元书面报告，减送综合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一般废弃物减量及资源循环推动计划冻结646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熊染房子及流域整体性环境保护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
严重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液氢化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多元化垃圾处理计划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500元，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以上各案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第260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经主理备查，请宣读。第260案至第310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和委员会教务审查防护矫饰审核机制改善措施专案报告案等案，均已于年度算执行期间。第311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和委员会教务审查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等106年度决算书案等案，已于决算法第28条锁定审议期限。第312案至第326案为本院经济委员会和委员会教务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0条锁定审查期限。第327案为本院公报处函文修正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规则修正草案。第328案为本院委员管碧玲增命中当选定时期的第一会及程序委会召集委员质询事项，抢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5委员司回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45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高金委员苏梅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83件。宣读完毕。谢委员依凤、罗委员明才、张委员玉美、陈委员玉珍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高委员嘉瑜、杨委员耀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委员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109年1月15日到110年6月30日，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9年3月4日、5日及9日，会同内政、经济、教育及文化、交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财政委员会庄少景委员瑞雄、赖少景委员世宝分别担任主席，并邀请行政院和政务副秘书长佩川等机关首长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本案需交由党团协商，与会讨论本案时，由财政委员会庄少景委员瑞雄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庄委员瑞雄先生补充说明。好，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报告委员会，本案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9年3月12日星期四，地点1场3楼会议室，议题延商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相关事宜。决定事项一，协商通过内容如后附，由财政委员会整理协商内容，于照联席会审查结果通过，送各党团确认后，于3月13日上午9时前送院会处理。主持人尤锡坤、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庄瑞雄、郑运鹏、钟嘉宾、林维洲、蒋万安、林奕华、陈以信、翁崇军、邱显智、王婉瑜、张其禄、高鸿安、赖香伶。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无异议，本案即依协商结论处理。接下来请宣读：一、税出预算部分第一款，行政院主管。一、税出部税一税出预算部分第一款，行政院主管。本款通过决议24项，第一项原住民族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4项。第二项客家委员会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三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协商结果，第一款行政院主管，本款新增决议15项。第一项原住民族委员会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3予以修正。第二项客家委员会及所属本项新增决议1项。第三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本项新增决议1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二款内政部主管。
第二款内政部主管第一项内政部长列本项通过决议十二项。协商结果第二款内政部主管第一项内政部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三方分别予以修正。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三款教育部主管。第三款教育部主管第一项教育部政列本项通过决议十四项。协商结果第三款教育部主管第一项教育部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一三分别予以修正。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四款经济部主管。第四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政列本项通过决议三十七项。协商结果第四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本项新增决议三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五款交通部主管。第五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交通部政列本项通过决议二十三项。协商结果第五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交通部本项新增决议一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六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六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政列本项通过决议十四项。协商结果第六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原审查报告所列决议四予以修正。本项新增决议二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七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七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一项卫生福利部政列本项通过决议三十项。协商结果第七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一项卫生福利部本项新增决议十二项。宣读完毕。照协商结论通过，请宣读第八款文化部主管。第八款文化部主管第一项文化部政列本项通过决议七项。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九款海洋委员会主管。第九款海洋委员会主管第一项海洋委员会政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与以上经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融资裁员调度部分。二、融资裁员调度部分，最初所需裁员六百亿元，依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以宜用以前年度税计剩余三百亿元及取借债务三百亿元之应。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意见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依协商结论继续进行三读，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特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依税出部分六百亿元照列；二、融资裁员调度部分，税收所需裁员六百亿元，依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以宜用以前年度税计剩余三百亿元及举借债务三百亿元之应。宣读完毕。三读内容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无文字修正，我们就做成决议。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到一百一十年六月三十日，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好，本案完成立法之后，三读。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两分钟。首先，我们去请曾明忠委员发言。谢院长，有关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完成三读了。就这个特别预算，我有三点看法。第一点，我要谢谢国内相关医护人员，要对他这段期间为国家守住防治疫情的最后防线，对他们重大贡献表达感谢的意思。也要谢谢朝野立委在短的时间完成这个立法。另外，我要利用机会呼吁，希望政府好好利用这六百亿的防疫的预算。防疫预算有一百九十六亿，振兴经济的部分四百零四亿。希望政府特别着重，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部分。中小企业
受到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希望经济部能够会同文化部、交通部等主管机关，对中小企业提出一套好的照顾跟纾困的方案。另外，各位很清楚，整个疫情的冲击，第一波是服务业，第二波是制造业，第三波是广大超过900万的劳工。希望政府也能够利用这笔预算，对相关的劳工提供相关的津贴，还有相关纾困的部分，做好对劳工这种照顾。第三个，有关未来疫情到底要烧到什么时候不清楚，但是这600亿的预算对照于其他国家来讲相对偏低，所以希望政府假设需要的话，可以挪用109年度的预算或者相关基金的预算。我们全力支持政府做好防疫、纾困跟振兴的工作。谢谢。谢谢曾明忠委员。接下来请翁崇君委员发言。好，主席，各位同仁，这一次的特别预算，我个人坚持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防疫第一，所以可以优先动之预算。第二个，我们要善尽在野党的职责，也要善尽民意代表的职责，为民把关，让我们每一份预算都用在刀口上。第三，我们希望协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让中小企业能够继续为台湾的经济发展继续来努力。第四，我们也要捍卫预算制度以及预算编审的精神。有很多朋友在担心，这一次的审查预算，如果我们严谨把关，会不会影响到整个防疫工作的进行？我要跟各位全国的乡亲报告，我们在特别条例里面特别授权给行政院，只要是防疫有关的经费，都可以随时动之，而且不限额度，所以绝对不会影响我们防疫工作的进行。第二个，我们认为审查预算跟我们在野党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的监督政府，这是我们在野党的天职。所以整个预算的审查跟将来预算的执行，我们希望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口上，不可以浪费公帑，不会因为它是防疫的，我们就轻松的让它随便浪费我们人民的血汗钱。第三点，对中小企业的部分，我们严格规范这100亿是将来要对我们中小企业整个台湾经济发展的磐石，能够继续协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这笔钱我们要求他专款专用，不得移用。第四，我想预算的精神里面，我们这一次排除了62条、63条的规定，也就是说破坏预算制度。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一次做这样的检讨，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在整个预算的执行上面能够确确实实遵守预算的制度，也能够真正的把我们600亿的经费充分的投入在我们防疫、纾困、跟政策执行这三个方面上去。如果真的协作，对于将来预算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刚刚好，谢谢翁委员。还是愿意全力去支持我们防疫的工作。谢谢小好，谢谢翁委员。好，谢谢翁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委员发言。院长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本届立法院在2月21号开议，2月25号就通过了这个纾困的特别条例。这也是为了防治疫情，立法院用了最短的时间通过了特别条例，给予行政院最大的空间，
让我们所有的防疫人员在面对险峻的疫情的时候有最大的后盾跟支援，所以我在此再次感谢所有防疫人员守护台湾，守护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跟安全。特别条例通过之后呢，3月3号行政院送来的预算虽然没有提到这一些评估冲击的报告，我们还是给了这个预算，但是我在这边也必须提醒，这个疫情仍在扩散，还有国际的经济情势也正在做大幅的变动，包括油价的下跌等等，股市的大跌，在昨天美股又掉了2000多点，台股也跌了400-500点，所以面对这样子险峻的一个环境，蔡总统昨天也召开了国安高层的会议，他也特别提到了，除了600亿的纾困预算之外，应该会诊政府已缓济急的各项基金，像是就业安定基金、观光发展基金等等，将近400亿。这也就呼应了我前日质询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质疑，也就是当你不了解现在的状况的情形之下，我们这些纾困预算能不能对症下药，能不能立竿见影，有可能就被打折扣。所以我们再次呼吁政府必须了解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做出最好的评估，让这一些预算能够真正的对症下药，同时也做到超前部署。谢谢。谢谢江委员。接下来请蒋万安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新冠肺炎病毒已经对于台湾的经济以及各产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截至到3月11号截止，相关的数据发现，很多的企业主要求员工放无薪假的家数已经攀升到78家，而人数也到了2200人，每周都呈现倍数的成长。所以，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病情这样的一个对各产业以及劳工朋友的冲击，在这一次，我们提出除了编列600亿特别预算，我们也最早提出要以特别条例的方式来授权各行政部门积极做好防疫的工作。所以各政党都有共识，也让条例通过之后，让特别预算也在今天完成三读，带领所有的产业以及劳工朋友渡过难关。但是我要在这边提醒行政部门，防疫超前部署，预算必须清清楚楚，而且要用在刀口上。我们发现有很多相关各部会编列的预算没有细部方案，没有完整计划，而且甚至与很多一般年度的预算所要做的事项是非常类同。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要提醒行政部门，每一笔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钱，纾困预算除了救济，更重要需要确保每一分钱用在真正需要的产业以及民众身上。所以这一点，身为在野党，我们要再次提出呼吁，行政部门接下来相关的执法必须要清楚详细，而且让民众完全了解。所以最后，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包括劳动部以及相关部门，对于产业以及劳工带给他们相关的补助，让民众共同渡难关。谢谢。谢谢蒋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林奕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国难当前，朝野齐心。今天特别预算三读，本席却没有三读的喜悦。本席希望行政院得到相关预算后，可以谨守不浪费也不克扣的标准，确确实实的将相关预算用于防疫、纾困与振兴。因为所有的预算都
都是国人防疫的救命钱，产业纾困的救助金。在国家产业前景未明，国人健康遭受空前威胁，劳工相关救助方案不确定下，在野党都愿意暂时放下强力监督，给予行政机关最大授权，行政院绝对不能辜负国人的期待。本席也希望行政院谦卑，倾听民意，不要把在野党的建议都当成对抗，全数反对，也不要把劳工产业的需求当成趁意打劫。尤其振兴抵用券是否一定要绑国旅，希望行政院能视执行成效或产业类别弹性调整，因为在病毒的威胁下是不分蓝绿，在产业劳工的救助上也不应有朝野之分。最后，本席希望行政院不要重蹈 SARS 特别预算的覆辙，让特别预算执行率只有46%。这次我们估计疫情对台湾的影响会很长，所以甚至在600亿外，检讨各部会今年可用的经费，全力协助各种受冲击的产业和劳工渡过难关。本席希望特别预算通过后，政府可以让国人对防疫放心，让劳工与产业对未来安心。最后，在这边也向第一线辛苦的防疫人员献上最高的敬意，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发言。院长、各位立院同仁、各位媒体朋友，我想今天这600亿的防疫预算的通过，大家都非常的欣慰。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也要提出来，在2月10号的时候，我们国民党党团特别提出来一个纾困条例的草案。也提出来要专款专用，人民监督，让明确的法源，让大家安心防疫救经济。但是，我不是想要算老账。当时，我们执政党的委员竟然酸我们国民党的党团，说是在漫天喊价。国民党喊500亿，他也可以喊5兆。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一个月后的今天，3月13号，600亿的特别预算通过了。国民党党团算是对得起所有的民众跟社会。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防疫的期间，我们大家要捐弃成见，并不是在野党所提出来的预算跟议案，执政党就不能接受。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捐弃成见。我想全球的疫情大爆发，经济动荡不安，已经有78家的企业采取了无薪假。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希望是9年的新高，也提醒行政部门，不止大企业有这个问题，更多的中小企业非常受到打击。所以如何落实纾困跟补贴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行政部门一定要用这个特别预算好好的来做好。谢谢。谢谢李委员。接下来请叶玉兰委员发言。院长，在座的各位先进们，大家好。这次我们的纾困条例通过，本席刚好恭逢其盛，以一个新科的立委在这边，也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来提供我自己的管见，做出一些建言。首先，我对于警察同仁他们在执勤的时候缺乏装备的问题提出看法之后，非常感谢行政院苏院长
立刻给予回应。现在线上的同仁都有口罩可用，可是我也提醒了所有的行政团队，因为警察还有许许多多与民众更有密切接触的勤务，他们的防备恐怕未必是一片口罩就可以的，必须要注意防备要升级，因为给警察执法人员好的防护，不是保护执法人员，也是保护所有的民众。此外，本席也针对口罩所带来的困扰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希望在健保署行有余力之后，也可以发展出让有需要的民众老弱病残凭着健保卡就可以像拿到处方笺一样获得他们可以拿可需要的分量。那么本席也针对校园防疫、儿童娃娃车的消毒等问题也提出了看法。对于我们这个防疫过程之中最辛苦的医疗同仁以及健保药房的药师跟药生们，我们应该要给予税负的减免，这都是本席在这边所做的建议，请行政院能够纳。谢谢叶委员，接下来请杨琼英委员发言。院长，各位同仁，新闻界的朋友，杨琼英发言。我们看到防疫的纾困600亿三读通过，要感谢朝野的委员大家的努力，能够齐心协力一起让民众让社会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因此在通过之后，我们希望尽速的来设置单一窗口的申请跟单一窗口的这个让民众非常的清楚。那既然我们600亿通过，表示这是非常紧急迫切需要的一个纾困。所以昨天我们的时钟部长他谈到说，目前看不到疫情的稳定迹象。我们也非常清楚，到目前为止美国、东南亚地区甚至在欧洲地区都是严重的在加速，让我们非常的恐怖。我们绝对要严丝以待，因为这是一个经济炸弹型的一个挑战。所以因此本席要在这边提出振兴券的方案，如果等疫情结束之后才来发放，那我们这些小吃摊等等都已经缓不济急，那怎么办呢？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一定要朝向民众所需，立即展现纾困的这个方案出来，让民众有所依归，度过这个难关。同时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针对于警政员警的部分也要配备来充足，因为要追查的这些方案让他们都能够安心。特别要感谢我们所有一线的防疫人员大家的辛苦，这是台湾之光，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些的部分。尤其在劳动部必须要好好的来解决劳工的问题。以上建言，谢谢大家。谢谢杨委员，接下来请庄瑞雄委员发言。主席，在场所有委员还有各位媒体朋友，行政院呢、在2月27号将本特别预算呢、函请立法院来审议，在3月3号院会交付我们财政委员会会同其他委员会来联席审查。那本席跟财政委员会另外一位召委赖世葆委员，我们在经过2天的质询呢，尤其是3月9号本席主持的审查会里面呢，朝野的委员热烈讨论以后整个600亿的特别预算照数。全数照列，并通过一百
71项的一个决议。那昨天更在游院长召集的各党团协商以后啊，达成共识啊，可以说啊，一毛钱都没有删呐、啊。面对这样疫情的一个严峻，眼前其实最迫切的就是整个防治工作跟避免企业的一个倒闭潮。我们感谢朝野委员的一个通力合作，我们很快速的在2个星期以内完成特别预算的一个审查，顺利的三读。在审查过程当中，虽然有委员有提出不同的一个看法，但是随着国际疫情的迅速升高及未来的一个不确定性啊，我们认为还是给行政部门一定的一个运用的一个弹性啊，来因应疫情的一个变化。近来我们对武汉肺炎的超前部署跟防疫的一个成果啊，其实广受国际的好评。我们非常感谢啊，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劳跟付出。希望这一次特别预算所编列的这个防治经费196亿通过以后呢，可以给予他们充分的资源，更能无后顾之忧，继续为国人守住防疫的一个关卡。这次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啊，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大，不管是观光、交通运输啊、餐饮业、制造业、农渔畜啊、这个艺文各产业都遭受到程度不一的一个冲击啊。所以特别预算也编列了404亿来协助啊这些受疫情冲击的产业来渡过难关，让疫情啊这个伤害啊降到最低啊。那我们也希望啊这一次啊行政部门跟相关单位在预算通过，具体措施并且编制申请的一个流程啊，让这样子的让立法院啊这样的一个快速通过啊，朝野这样的一个美意啊，能够啊让企业可以恢复经营，劳工可以保有工作。最后，希望疫情早日过去，也相信啊，缓解台湾民意啊，能够停火。谢谢。谢谢庄委员。接下来请谢一凤委员发言。好，请谢一凤委员发言。请谢一凤委员发言。好，谢委员不在，我们接下来请邱泰源委员发言。院长、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全国的人民，2月20号通过这个条例的三读，今日3月13号通过特别预算案的三读。身为一个医疗工作者，一生在照顾人民健康，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首先感谢我们刘锡坤院长全力协调各党派的不同意见，也感谢各党团的努力，大家一起为了防疫，为了守护台湾，为了照顾台湾人民的健康，我们朝野立委一起努力完成了我们这一阶段应该肩负起的任务。昨天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小谭承认武汉肺炎、新冠肺炎是已经是世界大流行。台湾在这一波疫情的攻击之下，我们努力的守住了。未来其实疫情可能更险峻，所以我们全民应该更团结，更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面对疫情。我们对中央政府 这段期间来的辛苦卓越的领导，以及所有医疗防疫人员相关的产业企业大家的努力，致以最大的敬意。尤其是过去大家对医疗人员在做疫情的医疗人员百般的逃避，这一次都没有提供了给医疗防疫人员最好的温暖，所以让他们在吃饭有饭吃，有地方去，特别感谢。所以在这边身为医疗工作者，也特别感谢第一线的人员在医疗在诊所医院守住防线，相信台湾一定有最好的应应能力，应应未来的各项挑战。谢谢。谢谢邱委员。报告院会，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3月17日星期二上午9点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